To Anyone 四个人一起嗌口号将会成为历史，因为韩国 YG 娱乐公司就宣布成员孔敏智将会退出 To Anyone， 从此 To Anyone 就会变成三人组合了。To Anyone 出道七年，呢七年对于佢哋嚟讲都行得唔容易嘅，但佢哋就创下咗唔少嘅佳绩，仲有唔少经典嘅时刻添。到了2015年，成员都开始单飞， CL 就去了美国发展，而 Dara 就接拍网剧，到了同年妈妈颁奖礼才再度合体，但都估不到孔敏智真的会退出 To Anyone 了。